Hello， 大家晚安，我是吕春达老师。今天呢，要来教各位做万圣节饼干，万圣节 Halloween 的饼干。那我们的包装袋也都准备完了，对，万圣节的包装袋也都准备好了。今年要做什么饼干呢？今年要来教各位做的不是手指，不是巫婆饼干。如果你想学巫婆饼干的话呢，我们在连结里面呢、也有附上之前教学的巫婆手指饼干。我们今年不是教这个哦，今年教的东西不一样。今年会教什么呢？我们今年的重点呢，就是要教这个，好难挑哦。这个有没有觉得它很像一个电影明星？有没有觉得？你再看看仔细，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？对，梁朝伟演的。来，我来就好了。我们的影帝梁朝伟演的《东邪西毒之功成名就》。如果你没看过这部电影，我原谅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年纪一定比较小一点点。啊，如果年纪跟我差不多呢，应该都看过这部电影。他饰演的欧阳锋，在中毒之后，不是厚嘴唇吗？你有没有发觉，是跟我们今天的造型长得有点像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万圣节就要教各位做这个造型，然后还有有点可爱又 有点恐怖的独眼怪，噔噔噔，有没有看到？像这样子，还有一点点恐怖的骷髅头脑浆饼干，一点点恐怖而已，一点点，它很好吃，很好吃。老师有考量到啊，有些同学想要做可爱一点点的造型，所以你看，我这边准备两个造型。一个是这个外星人，有没有很可爱？啊，这个是杏仁角，那个杏仁果。然后呢，如果喜欢，不过这个就比较没那么恐怖，这是比较可爱一点的，就是它变化版。你看有没有这个小绵羊？有没有？这就很可爱了，有点好呆好呆，非常可爱。那我们今天就会做这几个造型，也有立体一点的啦，像。啊，等一下再做给各位看好了，先卖个关子。我们先开始进入到今天的直播，先开始到今天的直播。来，这先帮我放旁边一下。啊，等一下那个出炉就可以准备，拿到那边去放凉了。好，我们开始来直播了。我们首先呢来准备今天的食材。今天的食材呢有什么呢？有无盐奶油200公克。那奶油的部分长得像这样子。那么我已经为了方便搅拌了、我已经把它切、有看到吗？有看的话点个赞或是爱心在这边。我会把它先切小块，这样等下奶油搅拌的时候会比较方便。然后再把二砂糖、盐巴跟我们的细砂糖都加进来。好，来给各位看一下。这边有二砂糖，然后细砂糖跟盐巴，还有过筛好的低筋面粉350克、哦。同学问刚刚那个分量，我们在 po 文里面已经有写了。我们刚刚加进去的呢是细砂糖100公克，二砂糖100公克，然后盐2公克。那我现在要加进去的啊是我们的低筋面粉350克，这已经有过筛完的咯。你那个粗鲁啊，就直接捏，先拿到这边给学生看一下。对，这是刚刚烤好的。好，来 ，OK， 来，我做爪子一下。手要拿稳了。OK，
去放放放凉了。不用担心，等一下还会再教各位做做一次，因为我们要先把那个烤好的那个饼干啊，让它吹吹凉，我等一下才能够做装饰。好，这边再 check 一次，刚刚做到哪里？我们这边刚刚把奶油加进来，奶油200公克，然后细砂糖、二砂糖都是100公克，还有盐2公克，以及过筛好的低筋面粉350克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用搅拌机，我今天用的是三奇的搅拌机，转过来给各位看一下。我今天用的是三奇的搅拌机。像这样子，好，我镜头下来一点。对，我今天用的是7公升的，很大台。那你们做面包、做饼干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打吐司也很方便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用低速啊，搅拌差不多30秒，30秒就好了。然后再把过筛啊，不是过筛，再把100公克的鸡蛋啊加进来。那这边只要搅拌到 mix 拌均就好了。那速度的话不用太快，因为我们是饼干，只是 mix 拌均就好了。这个饼干呢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没有加泡打粉，是没有添加物的，很方便。那如果甜度比较高的话呢，你自己可以增减，你可以减少一些含糖量就 OK 了，饼干都做得出来，没有问题。好，做完了，你看，长得像这样子，是不是很方便？啊，你拿冰箱的出来，我刚好可以给学生比对看看。好，来这边跟各位同学解释一下，你的饼干做完之后呢？是像这样子，会有一点软的。为了方便操作呢，我个人会建议啊，你可以先把它放在保鲜膜里面啊，冷藏1个小时。1个小时之后呢，就会长像这样子。大家看一下，刚做完是长这样子，软软的。然后呢，冰完1个小时，它会变硬。对，这样子你在分割的时候呢，就会很顺利了。那我现在把这一份已经冰完的，我请汤马士帮我分割，顺便滚圆。那一个是分割20公克，好，帮我把保鲜膜拿来。那老师这边呢，要教各位如何整理我们的饼干。来，我把镜头拉下来一点，这样大家就看得到了。好，桌面是这样子。怎么整理饼干呢？我会像这样子，准备保鲜膜，把它平铺在桌面上，然后把我已经做好的饼干面团放上来。那饼干面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？有，就是不要让它看到面粉颗粒啊，以及奶油。所以如果你看得到奶油，代表说还没有搅拌均匀哦。今天教各位的万圣节饼干啊，它是基本的分量，制作出来的分量呢，今天制作出来的分量啊，可以做20公克的饼干啊，可以做40到42个，非常的多，非常的棒。那你看哦，像这样子整理完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可以上面再用一张保鲜膜上下包起来，然后像这样子压一压，折起来，双层保护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，比较不容易裂开，在冰箱也可以避免异味跑到里面去。
有没有看到像这样子，我们的万圣节饼干的基底就完成了。然后这里我就会拿去冰冷藏一个小时的时间。同学问可不可以冰冷冻，可以，但如果你冰冷冻要注意，大概冰20到30分钟就可以做了，因为如果你冰冷冻太久会全部都变硬，你就很难操作。那我们为了让它好操作呢，我就会冰在冷藏一个小时就可以制作了，或者是你可以等一下就可以先做了，然后做一做就冰冰箱先去睡觉，隔天再来制作饼干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对，好，那我先把我的饼干呢先拿去冰冷藏，那明天礼拜六就可以再来试做一次，大概再做一次万圣节饼干了。好，我先把冰冰箱了。汤马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啊，帮我们把饼干都分完了。那我们饼干呢，一个就是分20公克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像这样子，来给各位看一下，我们就会把它滚圆。这个滚圆呢，如果你手温太高，手温太高的人呢、啊，可能会觉得面团超级黏，那你就可以撒一些手粉。来避免它粘黏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可以撒一点高筋面粉，你的饼干就比较不会那么黏。啊，如果你觉得操作很顺手，你就慢慢滚圆就可以了。你手擦干了吗？等一下这边要来帮忙滚圆。那因为我们这一次万圣节的造型呢、啊，都是从圆形做出发，所以今天学这个非常简单，你就是通通都滚圆就好了，通通都滚圆就好了。如果你滚到后面呢，刚刚讲过，觉得它非常粘手的话呢，请注意，你要记得撒一些手粉，避免粘黏。因为正常来讲，它应该不会到特别粘。你看。啊，这个要把它排好哈。好，你拿起来给他们看。看一下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就来开始做万圣节饼干了。首先我们现在做厚嘴唇，我要准备什么东西呢？我要来，听到这声音就知道什么呢？听到吕伯瑞他们回来了，对，所以点一下可能会呢，啊，你俩在哪里？米糕，对，好，来，我们来放了。今天第一个呢，我们来做嘴巴，然后我们就是把，大家看一下哦，我们会把这个放在饼干的一半的地方。一半的地方大概像这样子，有没有像这样子？来，我来把它压完。哇，伯瑞你一个人拿那么多，真太厉害了，而且还不忘记拿手机呢。这样加油，看到吗？就是我们的那个葡萄哈，压在饼干一半的地方，葡萄压在饼干一半的地方。噔噔噔。我等一下压完再给各位看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？像这样子，很简单哦。这个步骤啊，可以请小朋友帮忙做。对，然后帮我拿那个杏仁果。然后杏仁果呢，可以充当另外一个造型，就是我们做外星人或者小绵羊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如果家里是小朋友喜欢搞乖一点的造型，可以做这个，有没有？像这样子。
那如果想要可爱一点呢，可以做羊妹妹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好，那我先来做了，像这样子，这是杏仁角，它的耳朵插进来，它的耳朵插进来，它的耳朵插进来。好，这帮我收走一下，来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三只有没有？一二三，有没有？这三只。好，那另外几个造型呢？我中间会放棉花糖。这棉花糖啊，你们要买小颗的哦。有没有看到小颗的棉花糖？然后就直接往饼干中间给它塞下去，形成一个凹洞。这个可以做什么？这个可以做什么呢？帮我找拿一个独眼怪过来。对，一个就好了。不用，一个啦，一个眼睛的。对，来，独眼怪长这样子。那独眼怪那个眼睛为什么要凹陷下去呢？就是因为里面有放一颗棉花糖，就这个。好，给各位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等一下要做独眼怪的，然后这个是做外星人跟痒痒的，然后这个是梁朝伟，不是啊，这是做厚嘴唇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准备进烤箱了哦。那我会用170度啊烘烤15分钟的时间。那我这个时间是根据3期42公升微电脑烤箱去设定的。那如果家里面你是买55公升的微电脑烤箱，一样是用3期的，都是这温度去烤。那如果你用不同厂牌的话呢，建议各位也是用170度。不过呢，时间的话大概前后抓一下，可能会误差个1-2分钟都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进烤箱了。然后进烤箱呢，我时间因为我们大概15分钟就熟了，所以我通常会直接定15分啦，因为它不太需要转方向，因为很容易熟的。然后那个应该已经凉了，我们把它拿过来吧。好，那要准备来做装饰了。然后拿那个，好 ，OK， 给各位看一下。那我现在要来教各位做装饰了。那首先呢，第一个我们要做我们今天的灵魂，要做我们的灵魂，就是我要来挤我们梁朝伟性感的眼睛。那眼睛的部分呢，你们可以去准备这个，就是小眼睛。对，那小眼睛看你要大颗小颗都可以。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用大颗的眼睛，就会变成梁朝伟性感的样子；如果你用小颗的眼睛呢，就会变成对李荣浩小颗的样子，不一样的感觉。好，再把它打开来。那巧克力的部分，来，我们拿剪刀。巧克力部分呢，你要预先融化哦，要隔水。那我今天融化的巧克力呢，是苦甜巧克力，对，苦甜巧克力预先融化好，然后我会挤在上面来做眼睛。那剪这个洞哦，大家仔细看哦，这不要剪太大洞，因为剪太大洞啊，你会很难控制挤出来的感觉。那我把镜头拉下来一点给各位看怎么挤眼睛。好，这样有看到吗？好，我来挤了哦，这里。好，你来放眼睛吧。
你等一下留这两个，我把它拿到边边来。没关系，你就留这两个，不要放眼睛，其他全部都把它放眼睛。对，来大家看一下哦，你巧克力放上去啊，等它还没凝固之前呢、啊，就要把眼睛放上去了，不然等它凝固之后啊，它就粘不起来了哦。像这样子，就再粘这三颗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样就完成了。我突然觉得它很像另外一个，像什么？丽莎，这个啦，嗯。来给各位看一下，家里面没有小眼睛怎么办？我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，来给各位看哦。这个是做完就是长相这样子，有没有性感？有没有？整个那个梁朝伟的风韵就出来了啊！如果没有呢，也可以啦。如果没有小眼睛怎么办？嗯。它就会有点那种就是李荣浩的感觉，眼睛比较小一点点，对，其实也不会不好看啊，就只是有神跟没神，睡饱跟没有睡饱的差异。所以如果真的没有小眼睛，不用担心，一样可以制作。然后外星人怎么做呢？来，哎，我们那个眼睛呢？再拿五个给我。好，哎，我把镜头拉下来一点，差点忘了。好，来给各位看一下哦。如果啊，你们只点一颗眼睛的话呢，它就会长得像这样子。给你看一下，是不是很像？这样子。只点一颗眼睛的话，它就会长得很像这样子，很像外星人。你这样站着，可是呢，很有趣哦。当你今天点到两颗眼睛的时候啊。它就会变成小朋友很喜欢另外一个造型，有没有像什么那个胖胖的羊妹妹？有没有看到？有看的话点个赞或是爱心，有没有？所以万圣节，如果不想做那么恐怖的造型，你也可以做这种，小朋友也会非常喜欢哦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有没有看到？而且简不简单？简单啊，就贴两颗眼睛就做完了，然后。独眼怪怎么做？独眼怪，大家看一下。我刚刚是不是有饼干上面有压棉花糖？它烤完就会长像这样子，中间会棉花糖会扁扁的。然后我们就是一样，帮我拿一颗眼睛。中间像这样子挤巧克力，然后呢？把眼睛放上去，然后往里面压一下。那怎么样让它呈现布满血丝的那种就是焦虑感？来，这是什么？干燥的草莓干。红橘可不可以？红橘也可以啦。
我们把干燥的草莓干把它捏碎，然后把它压进来，压进来，它就会有什么？就是你熬夜两三天，眼睛布满血丝的感觉。哦，这个很传神啊！加班过的人都知道，加班很多天之后，你眼睛就会长像这样子，眼睛布满血丝。对，然后如果你要恐怖一点点的造型，给各位看一下，你可以直接哈、哦、把那个棉花糖那边啊先压一压，有没有？先压这样子，然后注意看哦。哎，帮我再拿一个小眼睛，我要一大一小的。来给各位看一下，我这样点两点，有没有看到？点两点，然后我眼睛贴上去啊，我这个挑故意啦，我挑一大一小，啊，你们帮我拿那个折对半的，对，给各位看，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很像那个骷髅头、啊、被吃一半，怎么做呢？你看，手工，把下面拔一小块，想不到吧？它是用拔的，哦，你看，喏、哦，脑浆爆开了，有没有看到脑浆爆开的骷髅头？啊，如果你捏的不好，更漂亮，有没有看到？呈现不同造型，有没有觉得很有趣？你们做饼干啊，那个造型用捏的也可以。然后接下来，哎呀，不免俗的，虽然我很不想做蜘蛛，但是还是有的同学想要做蜘蛛，没关系。来，这一篇是什么？我们刚刚不是有用棉花糖吗？对不对？然后就压下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要挤蜘蛛的脚脚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啊，这样子好了。OK。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的话点个赞或是爱心。蜘蛛的脚脚完成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我把镜头拉下来一点，然后益美的巧克力球放上来，嘿，然后上面点两个眼睛，帮我拿小小的，所以一定要小小的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小小的，然后呢，把这小眼睛小小的、哦、点在蜘蛛的上面，点上去，蜘蛛完成了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哎呦，有没有好呆的蜘蛛？是不是很简单？一款饼干就可以做了哦。像这，哎啊，昨天那个这个饼干，来给各位看一下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做有立体感的大眼怪，有立体感的，怎么做立体感呢？跟各位讲一下，你看我刚刚的饼干这样子，然后挤巧克力，有没有看到？挤巧克力，然后放什么上来？嘿，乖乖的甜甜圈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，那个拿给我啊！你们去买零食的时候，有点像乖乖这个东东，然后它是圆的。然后像这样子，然后它也有巧克力口味，
你就一样把它粘上去，巧克力口味。然后呢，再挤眼睛，然后你挑四个，都用大的好了。好，给各位看一下哦。像这样子，然后点眼睛，来拿来点吧。好，谢了。啊，再给我两个小的好了。所以这个眼睛要大要小，自己决定就好了。好，完成。噔噔噔，有没有看到？我拿近一点。什么？它长得就像这样子，像什么？有没有很像80年代一部电影《E.T.》？惨了，完了啊！糟糕了，我的年纪被大家知道了。没关系，如果你们看过这部电影，你可能年纪又跟我一样，帮我拿那个 ET 那个造型，对 ET， 哎、欸，有没有 ET， 而且是有立体感的哦，有立体感的。糟糕了，今天让大家一直知道我的脸型。然后呢，你也可以大颗小颗都没问题。哎，那这是粉红色的。啊，如果你不可能，我觉得你们一定看过电影啊，有没有看过梁朝伟？有没有看到这么传神？而且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，那一盘也帮我拿过来，来做完了哦，你看，栩栩如生。然后昨天做的。有没有栩栩如生？那、啊、如果想要恐怖一点的造型，刚跟各位讲过了，你就是用棉花糖压嘛，对不对？放完草莓干之后，自己再把它拔一拔，像不像那种就是骷髅头，然后眼睛爆浆的那种，那个脑浆爆开的感觉，像这样子。好，来，你帮我拿给学生看一下，我看一下烤箱的状况。看手套了，好，我们饼干烤完了，给各位看一下。来，你们看看，饼干烤完了，像这样子。那刚刚讲过棉花糖的啊，就是中间等它凉了之后，它会下线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挤巧克力，放一颗眼睛，旁边呢用那个草莓干做装饰，就可以做大眼怪了。然后如果是绵羊的话，或是外星人，就是这旁边这三只，对，那、啊、拿那个巧克力，拿三颗往中间压下去，来大家仔细看哦，我们那巧克力怎么做的？就出来是不是？这个饼干还热热的，然后就拿三颗纽扣巧克力往这个杏仁角这边呢，把它压下去，正中间。压下去，对。为什么要趁热压？因为趁热压会有余温，等下巧克力就融化掉了。对，喜欢呢？有没有？等下就融化掉了。然后上面的梁朝伟，等一下等凉了之后，我又可以再重复一次。不过这一份，我要留给吕博瑞。对，我要留给你来做，你不要再给我玩原神了。等一下他要负责做装饰哦，我会社团的同学们就可以看到吕伯瑞装饰的饼干了。好，那同学们还有没有什么疑问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对啊，如果错过直播的话呢，老师会放在 YouTube 上面，之后也可以看得到，哦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洗手口试吃的时间了，来。我要吃哪一个？
啊，我吃梁朝伟好了。来，各位看一下。来，这个齁，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啊，如果家中有小朋友要吃万圣节饼干啊，连吃万圣节饼干都有学问，你仔细看怎么吃，注意看哦，看仔细。你看怎么它被你咬到剩一半了，然后这次设计的配方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先这样，然后不要放过它。是不是很方便？今天的重量呢是20公克的饼干，那烘烤时间是170度烤15分钟。所以如果你们要做大颗一点点呢，记得延长烘烤时间。例如你要做到30公克这么大的话，大概需要20分钟的时间。好，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。同学们，等你们交作业哦。如果要交作业的话，记得到老师的社团吕森达老师的学习日志。啊，惨了，今天又被大家知道 ET 这部电影。ET， 然后如果家中都是小女生的话，可以做绵羊。有没有看到？如果是小男生，可以做外星人。然后个人强力推荐，今年，那个梁朝伟帮我拿来一下，拿一颗。这个是单眼怪，然后这个是欧阳锋，有没有？是不是都很可爱？好了，等你们来交作业。单眼怪呢？今天的饼干配方，你们额外添加6公克的抹茶粉或到8公克的抹茶粉，搅拌均匀，是饼干底就变绿色的了，对不对？那配上这个搭配也很可爱哦。所以如果你们今天想要做抹茶口味的话呢，就记得今天的配方加8公克抹茶粉，搅拌均匀就好了。好，万圣节直播结束了，同学们赶快交作业吧。我是吕森达老师，记得订阅老师的 YouTube， 谢谢大家，拜拜。